注意看啊，我用手轻轻的碰它，一、二，它变成黑色的了。注意看啊，它两面都是黑色的，对吗？然后我再注意，一、二，发现它又变成白色的了，两面都是白色的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你觉得这神奇吗 ？OK， 其实非常简单，因为我这儿有两把，一把黑色，一把白色的，两把都。现在我需要做的是这样。我把这把白色拿出来，我手里还剩什么？黑色的。请你伸出一只手 ，OK， 把它抓紧，抓紧，抓紧 ，OK， 背过来。现在我这白色，你手里是什么？黑色的，对吗？对。注意看，一、二，我变成黑色，你这变成了白色的，一、二，打开看一下，哦，又变回来了。这其实这样真的一点都不神奇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个刀放在手上，然后我把黑色拿出来，那我手里还剩什么颜色的？白色的。白色的 ，OK， 我把黑色的放兜里，我晃一下。其实黑色是在这儿，我手里是白色的。OK， 这个刀非常有意思。哦，你镜头往上。我发现智商低于86的人是打不开的。哦，我现在已经把它打开了，你可以试一下能不能把它打开。OK，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，智商低于80的人也关不上，你可以把试着把它关上。进不去了 ，OK， 关不上对吗？好，非常感谢你的配合。其实它特别容易关上，非常感谢您。好，您慢走，谢谢您。